杀人联党布艺支部于今早七时在该支部庄严,严举行升旗仪式，以庆祝杀人联党成立六十五周年。升旗礼获得该支部代表妇女组、青年团及党员们大约七十人出席参与，为欢庆该党六十五周年庆给予大力支持。出席升旗礼的有布艺支部署理主席范发春、秘书陈福金市议员。 组织秘书范洪祥是议员，青年团团长许勋阳和妇女组主任刘书光、贾碧丹、田顺忠等人。